The toughest professional fighters include some of the fiercest and bravest boxers, mixed martial arts fighters, and even wrestlers. But because of the skill required to compete and the level of danger in the sport, an argument can be made that MMA fighters are the toughest fighters around. To become an MMA champion, you need to be the toughest amongst the toughest. Leech Jingliang rose from a country farmer boy to be an MMA fighter in the octagon. The path he traveled is filled with blood, sweat, and hope. To get knocked down again and again and get back up in the ring takes a whole lot of courage. To describe him, we can list a number of words: dedication, sacrifice, courage, persistence, perseverance, tenacity, fortitude, bravery, and determination. Still curled up in a ball. That was a nice clean shot through the guard. He's struggling to recover. Herbie's having a look. Wow! Ladies and gentlemen, referee John Sharp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declaring the winner by TKO, Leech.我叫李锦亮，我来自新疆，我是一名MMA运动员。当时中国签约的UFC只有三名，我是第三名，能跟各国的高水平的运动员较量，也能展示自己的实力，代表中国去比赛，非常骄傲。 我出生在一个新疆的一个农村家庭，我特别喜欢种地。我到现在的我的梦想也是，我希望到以后我退役了，或者我有能力的时候，我有一片自己的农场，有自己的这个种地。我喜欢那种种地的感觉，因为我小的时候，他就带着我经常去地里干活，农田里干活，所以说那个感觉，让我到现在也很难忘。我每次说到这里的时候，很开心，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能到秋天收获的时候，特别开心。到现在也是，我在训练流了很多汗，甚至流了很多血，但是有付出就有回报。我是03年开始进入体育生涯的，当时我比较小嘛，13岁。 然后平时在家里劳动，可能身体比同年的孩子稍微胖一点、壮一点，当地的一个业余体校的一个教练，然后他给我一个录取通知书，说拿回去给你的家长看一下。我说好吧，我就拿回去回去给我妈看了一下。我妈就说你愿不愿意去上？当时我说我不去，也是因为家里经济不太好，所以我就当时就当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过了一个月以后，我妈就说让我给我买的新衣服、新鞋，然后还有新书包。我妈说走，我们去市里面去。当时我们家在农村，是乡下。然后我说干嘛去？她说上体校。当时我妈妈对体育她们也没有概念。她说你适合出去走一走，成不成功，她说在于你自己的拼搏，在于老天的安排。 当时还小，对这种话不太理解，然后就这样子就去了。其实当时我妈妈也没有想到我会走到今天，也没想过走那么远。她也担心，哪个父母不担心自己的儿女？又何况是我们这项运动。现在我比赛，我妈他们都不敢去看这个直播的比赛。 我说：“我说我妈，哪一天哪一天比赛，她就是在这个比赛周，她都不会好好休息，她也特别紧张，为我在鼓励我加油。每次无论比赛赢也好输也好，毕竟我们是打击项目嘛，肯定会有一些烂呀、肿呀这些。像我们比赛一次。” 所以说杀敌一千，自己最少得伤个700-800，甚至都伤到900，到最后只赢一点，你就是胜利者。所以说特别狼狈的时候，在那种感觉时候回来，父母他们看特别心疼。
也是我太太，我姑娘也是。如果说哪天看着我眼睛肿了呀，或者哪烂了呀，她就说：“爸爸，你怎么了？疼不疼？”然后我教她就是哪时候她磕倒了，我会帮她吹一吹。我说：“好了，这吹一吹就不疼了。”她也会帮我吹。当她这个有这个小举动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点都没有失望，我特别好。我太太也是，她一直很支持我，也是这个一直鼓励着我，内心的强大。我走了很多路，不光是走，还有跑，还有爬，很艰苦，但是我也很开心，因为我想要的东西我知道，我的家庭，整个家庭，包括我的父母。他们也为我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所以说我要回家照顾他们。对，这是我想要的。我现在想想，时间也挺快的。我是睡觉、训练，然后回家。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这样，这么多年一直这么坚持着，所以说每一项运动，体能是第一位，这样才会你的体能好了，才能有力量，才有足够的意识去打你自己的一些战术出来和技术。一直到现在没有一次比赛输，是因为我说我的力量差了，我的体能差了，没有是因为这个，可能你会练到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练的吐就是到极致的时候，那这就是体育，这就是竞争，所以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冠军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所以说很难。我身边的这么多教练在为我付出，我的家庭在为我付出，所以说我也是自己在梦想，就是为了冠军。不当将军的士兵，你不是好的士兵；不当冠军的运动员，你也不是好的运动员。所以说，努力拿了冠军，拿回家，谢谢我的教练，谢谢我的团队，我能做到。我会爆炸的，真的，可以看到中国力量。